摁，先摁。好，拿去调去。然后把那个挡板，然后调温，调温，慢点。密码 L2620是吧？嗯。620，按确定，然后再按一下，按两秒钟。好，这里也调一下。620。然后打档。好。那个打开。哎，你再重新。打。看这里。有两个点。来，照着这距离。然后调那个，拿手掰了扒拉一下那个，扒拉一下那个，那个。调到刚才那个位置。来。到了温度了，再来一次。好，620。好。哎呦喂，真漂亮哎！打横，竖起来，竖起来。好，背。来。好。620度，可以差十度，十度多点。你那个干100度，我还得包给你加热。就这么松点，不要奶，要也不要。